间70几平的中古屋，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原本都是已经装潢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屋主喜欢北欧风，那因为其实这个空间70几平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定调北欧风的时候，希望能够是像丹麦啊那种国家那种森林的感觉，希望把那种大自然的舒服的感觉放到整个空间里面。所以我们把木头的部分变成是深色的木头，就是像森林的感觉是一样的。其他自然的感我们完全用清水膜的概念去呈现。这一次在涂料的部分是有做一点点的变化，希望它看起来比较不会像是日式的感觉，或是现在比较常听到的侘寂风。那我们当初在设计玄关的时候，其实是让它看起来是有落伍，它其实是收纳，但它看起来是壁面上的造型，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门片都用涂料去做规划，热土这种涂料或是丹麦漆来做变化。通常回到家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说，那我鞋子就一丢，或是我衣服外套就一放，这就是他想要的玄关概念。那这些东西其实要收起来会比较好看。那我就在玄关的部分做一个衣帽间给他，那他可以把衣服脱下来之后就挂衣帽间，放一下下，他再拿到电子衣橱去做消毒。整个玄关算是这整个空间里面算蛮大的一个收纳空间，就可以把他想要的一些电器用品啊，或是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在玄关的收纳柜里。我们在规划动线的时候，我从回家开始走，走到玄关，接下来我应该要走到我第二个想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工作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跟男屋主沟通的时候，他其实只有一个想，他想要一个大的桌子，刚好在这个空间里面，他原本就有一个餐厅的区域是这么大，但是我们最后把餐厅定掉是缓冲区。我从回到家或是我要出门之前，我会有一个中间的停留的区域，这个区域是让我可以稍微放松休息一下。他希望这个地方可以让他这边用电脑或是聊天喝咖啡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把原本的餐厅改成是缓冲区。我们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客厅，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区隔开来变成是两个区域，前半部的部分就是我们比较休闲视听的功能都会在这个主要的客厅区域。这一次我们在客厅的设计的部分特地把我们的电视下面的柜子台面做加厚到8公分这么厚，看起来气度上也会好很多。那接下来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墙的时候，我们还是用涂料去做变化，因为我们的整个壁面来说都是做丹麦漆，那我们的电视墙要怎么去跟它做区隔开来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直接把丹麦漆跟热土的特性做结合，我们把它做成有一点纹理性，看起来它像很手感又有纹理的石纹感的电视墙。其他空间的部分我会觉得说把实木的方式把它加在客厅里面会比较适合。我们的屋主其实很可爱，他一直说他什么需求都没有，可是他却在我们沟通的中间说，哎，我们没有要书房哦，我们要多一个房间哦，用来做什么，他才说哦，我要来放健身器材，因为他会在家运动。可是因为我们有碍于格局是现成的，然后再加上屋主他想要新学习空中瑜伽，空中瑜伽它必须去顾虑到它的旋转半径，它能够飞才会漂亮嘛。那时候我们就跟屋主讨论说分成两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客厅后方的空中瑜伽的教室，那这教室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镜子，因为这样他可以看自己的体态优不优美。最后我们还是用了灰镜明镜，然后两个去做不同的色块的拼贴。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他的那个健身房，因为健身房里面会有一些器材东西会比较多，他希望能够收在一个空间里，然后把它关起来。缓冲区所有的光线都来自于健身房的窗户，所以我们又必须让那个窗户的阳光能够透进来，让我们的缓冲区才不会觉得很阴暗很不舒服。所以那时候我们讨论完就是用玻璃的方式去做呈现，那又选了小冰柱的玻璃，可以透光但是不能透视，因为我们还要再加上门才能做一个空间上的区隔。铁件没有办法上到楼上，如果一整组做到2米4以上，我的电梯上不来。所以我们这次是用木工的框，然后去喷仿四漆的铁漆，磨砂的感觉我们都有把它做出来，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漂亮，也是屋主想要的黑色的感觉。厨房是我们在整个空间唯一完整的保留下来的，但是因为它的厨具比较旧，所以我们只有跟动一些台面的部分还有壁面的部分。壁面的部分因为瓦斯炉的关系，所以必须是防火也要防水，我们最后决定用防水涂料的概念去做我们的壁面。所以我们在保留原本的东西之下，怎么去让我们的新的东西可以让它做结合，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涂料去做结合。
主卧室的部分是这一次改变的一个大重点，就是把地板也拆掉，原本的更衣室也拆掉，主卧的浴室也都拆掉，然后重新再来一次，然后把外面的卧室的空间加大，这样看起来空间感会比较好。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水槽是我们自己做的，那因为我们想要呈现的是自然的水泥感，我们舍去原本贴瓷砖的概念，把它改成是做涂料。那我们这次用的涂料是西班牙微水泥，能透过它的特性，它是防水、隔热、抗裂的一个材质。但我们里面还是有再加了一层不锈钢的水槽在内侧。我们在跟师傅讨论的时候，也是希望它能够做出我们想要那种厚实感，然后它的侧边的阴影面都要让它能够去呈现出来。然后再加上我们屋主其实眼光非常好，选择的是进口的卫浴配件。龙头的部分是用水泥去做的，那再加上我们的涂料的部分也是做深灰色的概念去做。原本的西班牙水泥是做不到这个颜色的，是因为我们的油漆师傅他能够在调色的部分去做调整，整体看起来就会觉得哇，这个浴室是特别的，是舒适的。主卧室的部分，因为屋主比较喜欢简单的，他也不太喜欢有多余的装饰。我们房间门一打开，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屏风。然后它是用铁件加玻璃去做成的，那个我想要呈现感觉是有点像玻璃屋的概念。那极光其实你没有办法站在户外看，应该在玻璃屋底下去看，它会更漂亮。那你可以躺着看。我想要把这样小小梦想，把它放在这样北欧风的概念里面。所以我们在廊道的部分把清水膜把它放上去，然后把木皮的部分贴在上方或是下方，两边做一个对称。因为从对称之后，我要看到那一片铁件玻璃去呈现想要看极光的感觉。我们主卧室有分成两区，一区是沙发区，另外一区就是睡眠区。我们这次没有做隔间墙，反而是设计了一个隔间柜，那它看起来空间上有区隔，可是你在行走的时候其实不会被这个隔间柜给影响到。那这隔间柜是我们屋主还有我还有家具公司联合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然后把它设计出来的。在我们的提案里面，其实我们是想要营造一个比较多木纹感觉去包覆睡觉。那床头部分，我跟我们的屋主说，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来用系统柜做做看，做出这样的床头片的概念。整个卧室的部分就是走比较单纯的一个浅灰色系的色调，让它天花板跟我们的墙壁能够有隐隐约约的结合在一起。只有靠我们那一块一直强调的屏风去做一个空间上或是我们思维上的一个区隔。按照往例，我们都会提供给屋主一个设计提案。这设计提案的内容包含了我刚刚之前讲过所有的材质、颜色，还有感觉的部分都有把它放进去。因为一般的屋主他没有办法去体验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自然感是什么？不同的灰是什么？不同的水泥又是什么？屋主能够在这整个过程能够有一个东西做一个依据，除了 3D 图之外。因为这些材质是 3D 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那从我们的设计提案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些材质是怎么样，这东西是我们特别为了这屋主去做规划出来，甚至去帮他想出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幻想的东西，那都把我们的感觉都放在里面，让他能够把它保存下去，这就是这个家的开始。